听别人说，如果你对生活太多抱怨，就去一趟 TIC 时代全球创客小镇。啊，来了，水池边的艺术中心前有一大片草地，在这里的不期而遇，我相信都会有结果吧。在这里拍照超级有氛围感，如果可以，我想一直躺在晚风中，一直到天亮啊，搭配百分比的咖啡豆，口口留香，很纯很浓啊。关键还是免费的，就凭这个就值回路费了。傍晚的夕阳在咖啡上勾勒出谁的模样？你得单身搞什么玩意啦？等待夜幕降临之时，可以到小镇里逛逛，里面的艺术中心满满都是文化艺术的氛围，不讲上一两句英文都觉得对不起这里了。 Beautiful Nice， 这种场景也不用我多说啊，带上你不会拍照的男朋友来也随手吃大片。拍到晚上还有美食小吃安抚你躁动的心和胃，三五知己在这里看着电影聊着天，就两个字，惬意。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生活，没有什么烦恼是一顿星空露营不能解决的。 TIC 时代全球创客小镇，国庆还有音乐会和脱口秀，你不带上你朋友一起来吗？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，工作之余也别忘记放松降临人间的灵魂啊，脚踏实地仰望星空，顶个乐子。